现在只有一个频道，只有三频道。现在也是只有一个，是指第五个功能，进入第五个功能，按确认，把摄像头一选择 OM 打开，打开之后摄像头二也选择 OM 打开，摄像头三已经是打开，把四也打开，现在全部选择打开之后，再按切换，就有摄像头四，四分割画面，摄像头一，摄像头二，摄像头三，摄像头四，所有频道就出来了。